Hello， 同学，你好。你好，我是隔壁摩西先生的云摩奇栏目组的摩西先生。我知道，就是那个没什么正事儿，整天只知道玩玩游戏的栏目组。这你就不对了，玩我们是认真的。然后我加了职业游戏，随你喽。你在干嘛呢？我在写字呢，不长眼睛。哦，我知道，就是那个也没什么正事儿，整天只知道写写字的写如今。哎，这你就不对了。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提醒大家不要忘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不知道怎么写字了，提笔忘字，明白吗？嗯，那你这个还挺有意义的。那当然了。对了，那很快就要过年了，我呢也希望小伙伴们和我一起来我们惜字如金栏目组，和我一起交作业，手写一封家书，我呢会挑选出最打动我的家书，帮你念出来。哦，福利这么好啊！那当然了。为了推广我们栏目，那我也要赞助。哎呦，隔壁栏目组挺有钱的呀。我呢就赞助这个我在日本亲自穿过的和风外套一件，怎么样？这个可以有。好，那从今天开始呢，截止到大年初七，也就是2月22日，大家只要带话题惜字如金以及手写一封家书，并且发布你手写家书的内容 at 罗云熙工作室以及罗云熙，也就是我本人啊，就是他，我要你说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呢就会选出一封最打动我的家书来帮你念出来，那么被选出来的小伙伴呢也会获得有这位摩西先生哇提供的特别赞助一份，所以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哦，对，参与我们的栏目吧。哦，对，参与我们的活动吧。